警察心情万分激动。啥事体嘛？武定军啥地方？从艺四十多年，我是松山登台，啥地方是军山登台。那浪沿着大路浪向经过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终于把你勉勉强强追过来了。那么，按照陈云老先生的话，指示出人出事最真咯。你两高头呢，从小才是八岁上科头，所以了呢，老师说的蛮多。啥地方说过大概六七步，我要说过十几步。那么从这个继人手通以后呢，自个了让摸索一点啊，了让手通的基础上向个创新大路。最末已经这次要考验你了，到底哪行嘛？要观众来评价，特别要够是要上海的来听考。你两个的拼档合作已经要十六七年，自从到上海来演出呢，当然还包括刚子好、刚子两三，这个多人之交的爱，绝无心知啊，在令人世界知的。所以呢，这个业务方面讲起来呢，是还是可以的。特别是去年了，让一副舞台，你两高头一档连续演出半年之久，超过了一副舞台最高水平。今朝开这间演唱会，每张组织片子，虽然有几张空位子，那这已经没人，哪能会得有空位子嘛？可能因为有事体没得，才是一个知我爱我这个朋友。所以呢，我今朝呢登了台浪向，心情非常激动。这个还是你两高头的收据大路一个故事，自个一个才故事啊。自个看看衡量自个的艺术水平。另外一点呢，是我万万不忘、终身难忘刚出湖的兰亭考，特别是上海的兰亭考。知我爱我，我心里想，由衷而发，出于肺腑。对你两高头十几年下来，在让这个创业经验的精神当中，创作了十几部长片，给予了更多的热情的高德士支持。我身边啊，更是要单独三鞠躬。今朝日，叶赫那老师仔细细他与石峰瓦的三十大人，瓦工大人谁了老戴？报恭亲王到，出见。报醇亲王到，出见。报老吴亲王到，出意。报西哈努克亲王到。还是现在去普山的西哈努克，不是啊？蒙古人，嘻嘻哈哈的嘻，哈哈金的哈叫西哈努克，错不多的。出见。报，是不是？敦亲王到。月香烟，哇哇哇哇！哦，来了！个人生在上，一是个黑，一是个粗。骆驼不骑，万事不公，不受逼迫，是西王以风的第五个兄弟，以风榜上第四。这个人九光挂带，桀骜不驯，但是你说这个职位好，这个啥中人府的中令。少杰总领等一高人高的所长，你样样好过，你的世袭你也好过的，你的世袭不对的，他死掉的皇帝也不对的，你可不管。现在是光盲君子李相争嘞，啊，个胡子当面搞两样，不人搞胡子往下头，你个胡子再切二个，
不方人家分机是不是刷地请自我去我敲起来的这个只有一个好刷地其实一股子产生过可以扩等到是看得得好了孙老乡切这个龙包中学五包到手腰腰大龙乡的哈萨人啊才是够动脚气比起模式眼睛可是手指的白起模呢是要经得为催家的样样才有个哼叫龙乡一双切头龙须对龙乡中带为嘛中开牛角宝石顶孔雀三眼花翎鼻子白白的啪往里的一回我一样听一听王真子李向的郎进来大高科技夜景接应五爷你好你们好你好我好大家好老六哎五哥老七哎你们都来了来了那么这个东边的西边的来了没有大高一号发现刷题你都是从王公大人北与福建阿瑟介绍呢东套是的东米叫东边的西套是的西米叫西边的真让谁能逛到皇上驾到好皇后驾到好东府也驾到好西府也驾到这个介绍往宫里下起来你往他云往地背要吃就一只火不吃要杀苦狼对个来了以后那老子仔细细他云今朝浑身都打扮剃头龙白在自古无代兄弟对浪未满空吃四眼火灵嘴里弄好一块酒头叫浪向花盆地干跟儿子旁边不是欧德海是李丽英高高高高一路出来身体瘦哇某少文武今朝是渔民同乐金屋不进啊产英国开华裔我高三千倍啊这些人光叫董日年纪但是光日年纪有十三个老龄工叫董光十三岁才要来内定供奉包括这个石冈艺术大师梅兰芳博士的祖父梅巧玲还得个所有文物包括科技大高要送上有日意叫吉祥时意三百足够才要三观就可以训有啥人恭亲王领拜老佛爷奴才一心率领满汉大元愿老佛爷吉祥如意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都站起来吧这啊今朝是他三十万的对对孤王金碧辉煌插英国不知的嘞富丽大王粉物故有两相在嘞是他一定听呼吸吃风的可得一个场景一人感情涌上心的金星
这一灯花他我他他我不能发出那你总去越讲越有神不由啥意嘿的亮为大姐无大好到了台州呀，哇啦哇啦摸我眼光，哎呦呀，他以前进站里来办出啥事体叫？办出事体的呀，哎，现在辰光李丽英打过来，老佛爷，嗯，是时候啦，好吧，开戏吧，这老佛爷的意志。开戏啦！现在唱戏要唱到明朝的些辰光，这个是宫里的规矩，分上一个钟头、两个钟头，没中间的。第一曲八仙过海，第二曲水的复位，一吹出唱，这个是开路戏，唱到真戏有一个人，这个人还是同光十三的当中一个。姓沈之余脚活脚生下固定身叫余脚身这个人吩咐困难不当就是杨小绿的山无鸟为你的女子余真等等才是你搞出来的嗨呀过去人光了浪不明昌西非要过西母你不得包上去晓得今朝是扣上去啊只唱彩屏山你这个头对象一把大家晓得跳挖错定定好因为你是我真刀真枪头对象是冰铁的当吃水矿不妨你叫话叫毛包在叫你鱼毛包现在是叫高聪跳挖错当得来时候是多那么我们用吃这样可能够请你在比部嘛帮帮我娘我呼吸呼吸就就就就就就金凤
违反更对，扣得个五王要高兴。哇啊啊啊啊啊！好，羽毛包好，来啊，赏银一百两。哎呦，不厉害的嘞！完了完了，好扣得开心。咁奶奶，我来好你个心吧，哪么的也出事体。我说来呀，是奴婢在。羽毛包不错，是看上二百两。遵旨，可徐佛爷赏银二百两。你说啥？哎呦，哎呀，破啊！哎呦，你今朝上我台银啊？没好，上上里钱，我说来啊，扎，跟我去点出戏，扎，包公打乱将，扎，马上开场，包公打乱个，那么啥人唱呢？莫文山，还是十三人当中，叫几个去，叫几个去，叫几个去，叫，回，包大人，乱将当道，吩咐传达，啊，叫几个去，叫几个去，叫几个去，叫，回，包大人。乱家当道，传道啊！就这个去，就这个去，就这个去，就回包大人乱家当道啊！包龙奴一听，与高郎相三次乱家当的，过到奇怪。张龙着火，又在前去打探啊，是何人的乱家？是回。包大人是西宫庞娘娘的乱家当道啊啊！西宫贵妃说等一对玉棍两条，楼高一个他王玉娘娘王帝哦，我去所立兄弟的神居方良阿土中王法，你带我五十人将我遇谁？根本你不把王法我与双方包起龙队长、虎队长、鬼队长，不我听。张龙着火，有才。那么要唱戏照，我让我母亲叫自告状。张龙着火，一身的宝，他不是国太师庞娘娘，人来呀呀。一啊，来都来，我再唱多叫戏，一起打是，俺把我真打乱了家，日同大娘娘。王要高兴啊！啥子？包公当绑匪嘛，我当那只八国的人。哎呦，那老骂我啊！对呀、啊，对对，娘我第一次戏骂歪你。我说老爷，你领下点唱的是罗罗北在点错戏。哎，什么戏？黄金龙条院。老爷是不是来一出？渡口玉堂春。马上过去唱黄金龙表演，那么出来的是白马，搿新龙光的个白马出名的，还是十三岁叫杨三杨明玉。你死脱子之后，慈禧小夫外带只有一句上联，叫杨三一死扶苏丑，没人带得起来。后续呢，有一个人带出来，李鸿章马国叫李二先生死后进。你现在光这个白马才带出来。嗨、啊、嗨，大腿腿腿，大大腿腿，我做宝马本领家，左旁高插一枝花，从来没有生养过，倒有的女儿叫得我妈。今有王三公子前来嫖院，我说来呀，是把那个牡丹春、武陵春、海棠春，还有
老五、老六、老七、玉堂春叫出来呀！是他有个性啊，来五、来六、来七，当都是一个王爷鸡。你，恭亲王气得了面孔发紫，神亲王吃吃，搿只就讲你吃得结棍的，王爷不乖的。一听天机为动了的水里像一只二马驹的把金石移动，忙上队都当去指上马尾，你要开火的，不是我开火，妈了个巴子，等真动起，我说来呀，把那个淫妇跟我拉下来，扒了他的衣服，叫我他指了指死戏，寂寞亮。晓得的，你老母我啊，我你呢哈？干嘛我紧张呢？对啊，不要的。干嘛你的是诗歌？来是诗歌。大难西当各一头落，财富结束。